暗卫轻敌领嫁英籍老公冒胎盘过低风险产下男娃。38岁混血名模安娥儿，曾名列香港十大名模，曾与暗卫九爱周丽景交往四年，但没修成正果，另嫁圈外人英籍老公布莱特，育有二岁多女儿。她今天早上生下重约 4.3 公斤的第二胎男娃，因为她胎盘过低，必须剖腹生产，所幸生产过程一切顺利，母子均安。安娥儿顺利生子后，家人都很开心，他自己开心惊呼 Big Baby。 巨婴他笑称还好是剖腹生产，不然这么大的宝宝都不知要如何生出来。刚生完的他目前正在休养中。